现在看到是我们这个最新的产品 ViewPad 7X， 它是目前市面上唯一发表的这个七寸 Honeycomb， 然后搭配 NVIDIA Tegra 2双核心处理器的平板电脑。那你现在看到这个是我们独家客制化的这个 View3D 的这个界面。好，那一般来讲，我们可能只用 Android 的系统的话，只有七个桌面可以使用。可是使用我们的 View3D， 我们最高可以加到16个。好，所以使用者不用担心说他喜欢的捷径或是小工具会不够用，16个绝对够一般人的使用了。好，那。好，我们来看这些桌布，其实都可以去客制化它的颜色。好，甚至你想要取不同的名字，好，都可以取什么像游戏啊或者音乐等等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其他一些小工具的功能。以天气来讲，我们只要 hold 住它，我们就可以换不同的尺寸、不同的风格。好，这是最小的一个小 icon 这样子。那我个人最喜欢的是这个，它可以用 3D 的方式去看一周的天气，对，所以这个也非常炫。那你的联络人的生日也是有 3D 的方式来呈现，然后会跑出一个小蛋糕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好，那基本上很多小工具都是以 3D 的方式呈现，包括像这个简讯的部分也是。是用 3D 的，然后还有世界的时间，现在可以设3个城市。那设好的城市以后，你可以以这样 3D 地球仪的方式去看这个不同的时间。那基本上除了切 3D， 你也可以用一只手指去快速的切换到不同的桌面上。你可以看到我们这 3D 的效果非常的顺。那基本上以Android 的系统来讲，我们现在目前是唯一有这样子这么华丽的 3D 界面，而且每一个主题都会带出一个小动画。好，那这一台目前我们预估是在7月到8月这个时间出货，然后应该会受消费者非常大的这个喜爱。